Go go go！ 到了一个神秘的地方，特别。真的，这怎么有脚踏车在上面？是因为这样才特别。哇！是这家吗？阿公的卡达车哦，一世人。哎呦，好萌哦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预约制。还有火车的声音。嗨，你们好。你好。你好。哇！你们好。你好。嗨。几岁？要一岁了。哎呀，好可爱，好帅的。你好。而且这个桌子怎么那么特别？老板，你为什么要把门给拆下来？就废物利用。哦，这个很贵吧？这个对。对了，老板，我今天我有预约呢。哦。在二楼，我带你们去。对，我们有一个法郎在二楼。法郎，法郎，对，我们这里还有法郎。不是吃饭，他今天这天我喜欢被伤及啊。所以，你好，所以你预约的是。桑姐是四个人，桑姐还是其他吗？我姓桑的，你姓桑，好，那你看桑了，看你看你看，看姐，哦，这楼梯很陡，小心啊，那个哦，可以哦，你光这个很斜耶，很斜很斜，那我会帮你搭吗？不要，不行，我可能会掉下去。这个很陡，很斜斜啊，还有这里很酷哎，这边很特别 ，Iris Studio， 哇，这里还有一个大的空间呢，你看我的 VIP。哇，真的是法郎哎！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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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酷了吧！翔哥，你预约的部分是洗加剪还是说？我休息啊，今天去修头发，还修头发，乱七八糟。你好，所以你要简单修一下。好啊，这个 OK OK OK。好好，你是说还可以加一位吗？什么意思？我本来以为有，后来觉得就没有了。你以为有，后来是没有。我要写在歌词里。好，来，请。这一定要写在歌词里。有些结不用解开，有些毛不用拔开，有些背叛。有些背叛造来的伤害。来的如此无奈。哦，来的如此无奈。有些背叛。有有有有有有有。如此。我要赶快把它记下来。屁事。你慢走，你慢走。姐啊！我等一下先修。我跟你讲，我也很会洗头。真的。我帮我妈洗了两天了。哦，对啊。还是。等一下，他洗加剪，他一定会有按摩、吹头发，还是我们就加入了？我不要帮他按。那你帮他洗头发。那我帮他我帮他按，我帮他按。吹风机是我。对对对。